哇塞，野生的大石花哎，而且那边有虫宝宝，可是虫宝宝比较稀有啊。哎，我们很像啊，sorry，我很久没有，我刚才手滑，我很久没有，很像很久没有拿虫宝宝去对决了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可能熊宝宝。它进化好像也很小只啊。Pokemon Go 最近也蛮多人充值的欸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人去买商城的东西吗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商城有什么新的东西。这季我觉得很佛心啊，免费有皮卡丘金币的方法，嗯，大家都知道了嘛。真有人充值了欸，发生什么事？是有出新的万圣节吗？这不盖小姐的比赛哦。我希望也当中文翻译啦，伊一寡所在拢无中文。今仔先从宝贝好啊啦，等我一下哈，来，Go。阿詹贝正在寻找。我们就等好了，反正我也不想那个切了。还有皮卡丘的帽子哎、欸！哦哟，我讨厌大甲、啊。烦 死了！哎、欸，不过我们这次 CP 也算蛮高的吧。等一下大绝完就把那个换掉。啊靠背，我忘记防御了。哦，今天我们缺游戏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忘记留 ID 了、欸，哎，我的号码大家知道吗？刚才抓到大实话。